人生总有好多奇难杂症。我根本就唔适合做中医啊！我唔想同你有任何瓜葛。凭住你咁点独立啊？我都觉得我顶唔住。原来妈咪有大肠癌。点解你要咁问我啊？望、闻、问、切，揾出病源，对症下药，系咪真系可以解开郁结？中医唔讲求嘅，唔单止药到病除，最重要嘅系医呢个人。你好，我的大夫，星期一晚8:30，翡翠台，用心应诊。